我是来赎那件五行宝衣的。哦，利息你随便算吧。怎么有当有赎？我是上等之人啊。是啊，是啊。快点，请等一等。阿雷呢？哎，什么事啊？哎，你进去问问老板，看你这背身弄好了没有？哦，问老板。哎，快去，快去。啊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共四两五钱呐。老板，那个人说来赎。哎呀，赎你就让他赎嘛，赎五行宝衣。二叔叫我今天来问你，那件衣服做好没有？正在做呢。是你啊，阿林。姨太太，他叫我进来拿那件衣服。啊，缝好了。嗯，那，哎，今晚到我那儿去。啊，那个老头呢？哎，今晚轮到老大了嘛。嗯。哦，干爹，办好了。干爹，我一路走一路在想，我死去老头坟地的风水都不及你祖宗的风水那么好。哦，何以见得呢？哎，我没做你干儿子以前啊，我一去赌场作弊啊，就一定给他们抓住，然后就让他们揍一顿。这次可不同了，顺顺利利容容易易的就骗到了六十两，除了赎回这件背心之外还有四两多，我们就吃一顿。好，哎，为什么到这儿来吃啊？你喜欢吃野味吗？所以我带你到这儿来吃了。阿福，哎，三六包蒸好了没有？就快好了。六个，好。三六包？什么叫三六包啊？哦，说出来可就威风了。如果乾隆皇试过以后啊，他一定把整个皇宫都搬到这儿来。有人说，吃过三六包，妓女都怕你嫖。啊，糟了，他们一定是来要我的命的。哎，不用怕，那穿上我这件五行宝衣跟他们去打，你准会赢的。是真那么灵吗？哎，你不记得了，上次他们那把刀都弯了。嗯，穿上。对。太子厅，你胆子倒不小，居然到我赌场来耍花样，把他带走。别动手。你打烂了阿福的三六包，你赔得起吗？给我打。慢着，等我把衣服扣好了。来。你没事了吧？是倒是没有。干爹，你的衣服少了一粒珠。少了什么？少了五行欠打。你这次给人打，全是当铺老板害了你了。他把我的五粒宝珠给偷换了。啊，换了。嗯。哦。兄弟，当多少钱呢？五百两银子。啊，当五百两。哎，朋友，这可是铜盆，可不是金盆了。哎，朋友，你识不识货啊？你再看清楚点，这个是聚宝盆来着。喂喂，兄弟啊，你别在这儿胡闹好不好啊？快点走。哎，快走走。哦，这个盆是我传家之宝来着，你不当那可走宝喽。哎，朋友啊，你这个盆是什么盆呢？聚宝盆。
我传家之宝来着。哦，老板你可别信他的。哎，就是，别上当老板。哎，你们懂什么呀？哎，朋友啊，里边坐好吧。你可别耽误我太久啊。哎呀，不会太久的。阿林呐，哎，快开横门。哦，哎，里边坐。只要你有宝贝放进这个聚宝盆，一件明儿早就变成两件啊，放五件呢就会变成十件了。哦，变成十件的。哎，是不是真的？哎，我又不是卖给你，骗你干什么？你要是不信啊，我今天晚上借你用一晚上啊，明儿一大早我就把它拿走。你借给我？是啊。哎，收不收钱呢？啊，刚才你在看吧，我呢也不收你的钱。什么？这样看看也要收钱的？要，当然要啊。所以你这个聚宝盆啊要借我用一个晚上。嗯，好了，总算是公平买卖。哎啊，你有没有两个夜壶啊？哎，有啊，大方一个，二方一个。好，你就将两个夜壶啊都给拿出来，然后呢将聚宝盆放上去。嗯，把你的宝贝放进聚宝盆里。哦，然后找个盖子盖上。哎，你记着要守着，一到天亮一个就变成两个了。哦，到天亮一个就变两个呀。糟了，难道老板知道我跟姨太太的事，今天特地守住门口，怎么办呢？阿林，不要从房门口进来，要从窗口爬进来啊！快点。怎么晚上都在打嚏？左眼跳，左眼跳，喜鹊叫，左。哎，老二这一晚上老是叽叽喳喳的，一定是给鬼压住。实在憋不住喽。是那小伙子想拿回聚宝盆吧？老二开门去。啊，哦！哎，你不要去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要去嘛！那小伙子看见你一定会死盯着你不放的。老大，你去开门呢。去去。哎，老二啊。什么？你房里边还有多少钱呢？啊，现银倒没有，不过银票倒有几千。啊，那就行了。进去就进去嘛，快点进去嘛。
喂，朋友啊，不要再看了，我要跟你算钱的。你这个人真是一毛不拔，看看都要收钱的。好，你既然不仁，我也不义，把盆还给我。朋友，咱们俩谈谈，你这个聚宝盆让给我还好，10000两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嚯，朋友，你太狠一点了吧？你这想一下就发财呀？能不能减一点啊？不二价啊？真的不二价呀、啊？好了，就这么办，10000两就10000两，啊，这些银票四海通用。哎，我要10000两，这才5000两啊！喂，公平交易呀、啊！刚才你看我老二的背啊，我这马马虎虎给你算5000两。什么？看看吉酿就收5000两、嗯、喂，要是我把他全身都看了怎么算？哈哈，全身都看了那就有的算了。这个6666666636，这个6666，你的头，你都戴绿帽子了。没关系。干爹，在这儿休息一下吧。好啊。干爹，喝点水。好。啊，你也喝一点吧。好，好。跟踪我吧。是吗？哎，哎呀，你跑哪儿去？哎，下来，快下来！日清，住手！你起来，不用怕。还给你，姑娘，